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看我这棵养了10年的艺树啊，经过上个星期洛杉矶60年以来的大风大雨，还有下了好几场冰雹，附近的山上都披满了雪白的大衣哈。你看，我今天要把这棵艺树怎么样把它扶起来，再修剪一下，来看一下效果出来是怎么样哈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没修剪过这类型的植物，来一起来看一下哈。找到了一条绳子，把它绑到那个铁窗上。还蛮重的，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扶起来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还不错哈，这是我第一次修剪这类型的植物哈。在剪之前，我没想过说要剪成怎么样，只是一边剪的时候就一边随着感觉就剪剪，就剪出了这个样子了。也不知道是像什么动物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或者是哪里还需要修剪一下，大家都可以给意见哈。